那讲完一大堆优点之后，我们接着讲一些比较是问题，或者是就是技术层面比较是缺点的部分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颜色准确的部分。那整个背景墙全部都是 RGB 的荧幕面板，所以呢，我们整个颜色是超级超级可怕的，就是因为只有 RGB 三原色，所以我们的光谱是不完整的。那整个打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洋红，我不知道他们现场是有没有办法去用电脑去调整啊，或者是微调之类的，但理论上是我们的灯光室的灯要去搭配后面背景的光，所以变成我们所有的正面的人物的光啊，还有头顶的光，你可能就是需要有灯光室再另外去打一个正确，就是有完整光谱的灯光，就是 LED 啊 HMI， 不管，就是你还要有灯光师去另外增加另外一个光源，就你没有办法直接用虚拟棚的那个 LED 面板去来打你的人物的光，那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。